商报。好，我终于来到了岘港的粉红教堂了。就是这粉红教堂有一点失望啊，因为它好像不是真的是粉红色的。这个有一点，那个颜色呢，有一点跟我想象的是不大一样啊。所以呢，我说，而且它的这个教堂的也不够胡志明的漂亮，也有一点失望。但是这个是达浪的岘港的重要的地标，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粉红教堂的颜色。那这教堂吧，当然大家所看到的在面子书或者是在其他网站看到的粉红教堂是的确是蛮粉红色的啦，但是真正看起来的时候颜色还是有一点记忆，而且这个教堂也不大，也不太大，但涂了粉红色的关系呢，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怀旧的感觉了，感觉好像是比较新的教堂。而且等一下好像不能进去后巷，哎，有一个，所以我们等一下进去看一下。所以呢，应该我不是色盲的问题，所以我来到这岘港粉红大教堂，让我们看看它的颜色。我们近一点来看它的颜色。哇，哎，这个是它的墙壁。应该我的相机没有色差的话，应该这个颜色是粉红吗？有一点像橙，又一点像，哦，什么颜色来的？总之这是不是粉红就对了。看，这粉红色吗？非常淡的粉红，还是跟我看的是色差的关系啊。今天呢，完全不能进教堂，所以呢，我看我只能在外面观赏它的外景就好了。感觉那看还有胡志明的教堂会比较美啊？什么？要把粉红色教堂拍成很粉红，连我拍的都很觉得流汗。
但是我从网上面看到，不知名的粉红色教堂好像没过这个，这样我看了下次还是去不知名的粉红色教堂去看，可能这间的历史悠久吧，但是值得来吗？我就给他6分吧，看你们喜不喜欢来了。如果你们来到岘港呢，一定要去教堂呢，就来这间吧。你要问我还可以回答啊。现在你来到哪一个地方啊？来到那达浪的粉红教堂。粉红教堂。千辛万苦都来到这个教堂了，对这教堂的感觉怎样？很失望哦，没有叫粉红的，只是一点城市吧，你也不是很美喽。为什么呢？里面又没有人进去，只是一个牌坊吧，你哦，没有东西拍。可能他还没有到时间给你开门进去吗？没有东地方走喽，就只是一个牌子，这样拍拍拍吧，了喽。然后这个粉红的教堂够粉红吗？不够，一点点不了。一点点不了。一点点橙色，不是很粉红。跟你想象的粉红呢？差很远。为什么你没有去福志明啊？粉红教堂啊？我老公了，忘去哪里没有带我去。不够时间吗？这个不是粉红的，是 beach 卡的。beach 卡。对对对对，这叫 beach 卡的。不是粉红。OK, one.